都把那个吉星给买个水果。哦，是这个水果啊？对的，台湾水果了，不是香蕉了。Nice， 出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呦，这过的医院慢一点，怕有人那边走。哦，跟医院蛮近的，那种要直接进去最好不要了，最好不要了，最好不要。车上都是我的责任，对。所以我刚刚没有开超过，而且这台车只有强制险而已，没有第三人了，要不然就对啊，自己掏腰包，要自掏腰包一样。这样用两个月没有牙温度是不是啊？因为我刚先发就没有开到那个水氧盖，好像都正常，因为后来那保养他都说都正常。都把那个吉星给买个水果，哦，是这个水果啊？对的，台湾水果了，不是香蕉了。哈哈，谢要这个了。对了，要这个。啊，那就是包起来的油啊，你唔知？叶子啊？那可能唔知。包起来啊，叶子啊，叶子卷起来。对啊，它都会给柚的啦。啊，因为柚的比较好赚钱。没有讲都可，没有讲就是有的啦。啊，前牙应该就是切开来啊。前牙的前牙，啊，看得懂看得懂啦，看不懂就其实很多人有的他们都懂了，都有自己的笔法啦。你如果常来买，你想要怎样比就怎样比，一号二号的。哎呀，对啊，前牙也可以这样比啊，因为他就把东西包在里面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OK 啦。OK， 祝你一路发、哦、好，祝你一路发，祝你一路发。资料都有哈，够带，就心照嘛，证件，证件有带，证件有带。坐坐坐，来兄弟们，这一台2006年的福特 Tierra XT 已经买好了，有兴趣的朋友私讯我首页连结，哦，不贵，不用10万啊，还有车要卖，留言告诉我。走了没发？收了。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